大家好，我是 Tony， 我是一个 YouTuber。如果你是第一次入呢个频道，呢、这个频道主要是介绍大湾区有咩嘅美食，同埋有咩嘅打卡嘅景点。我会持续每周更新一次，欢迎大家嘅订阅，多谢支持。坐地铁到油塘站 A2 出口，然后往前行。巴士总站去到高超道，然后沿着斜坡向上行，终于到达魔鬼山山顶了。